嗨，大家抓紧了，比特币又开始疯狂飙升了，一口气冲到6.5万美元，吓得大家手忙脚乱的。现在有超过97%的比特币地址都在赚钱，感觉比上次牛市还要疯狂。说真的，这波比特币的狂潮让买气像蓄势待发的猛兽，一下子就突破了6.5万的大关，直逼历史最高点。现在整个加密市场的热度简直就是极度贪婪，大家都怕错过这一次机会。但别忘了，市场风险可是随时都在，而且现在持有比特币的朋友们几乎都是在6.5万以下买的，现在一定乐开了花。专家们都说，随着市场的乐观情绪和机构投资者的支持，比特币可能很快就会创新高。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坐等比特币带我们飞向月球吧。